六三三，唔单单是一个数字，更加是咱对台湾的保证。选前蒙大金美广告，选后变成做不到，网友心声有多闷，唱给你听。跳票跳票，关注你的薪水，唔通一直加点点。六三三已经跳票，用你的薪水关出来。先跳票进行曲不够辣吗？那么再看看这个。红眼眼里马骁变成了跳票兄弟，还有一款新游戏叫做跳币哦。海报上四个破关秘技，第一个吃到五星旗就可以变无敌，第二个遇到自己立即跳过，第三个台湾失业人数达到633万个，第四个完成马老爸的遗愿化毒箭筒。其间讽刺之能事实在是满腹苦水无处吐，只好上网发泄。上有网友说马上就会好，变成幸好现在又变成马上就跳楼。马英九633只是玩笑话，能让我当选，保证国民所得100万美金。再看一次633，只能感叹不知道这能不能告他广告不实。民事新闻综合报道。